我注意到了有关消息，你来当选阿根廷总统后，习近平主席向他致电祝贺。正如我们此前指出，中阿两国建交半个多世纪以来，始终坚持相互尊重、平等相待、互利共赢，中阿友好深入人心，不断推进中阿关系发展已经成为两国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。中方愿同阿根廷新政府共同努力，更续传统友谊，拓展互利合作，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长期稳定发展，造福两国人民。